要往哪里走，转个弯忘了回家的路，现在怎么有点糊涂。夜深的霓虹推翻了沉默，一群人喧哗着彻夜狂欢，终究还是送的九蒸蛤蜊。哎，真是会叫的比较有糖吃啊。就是啊。偷工减料，老板。小本经营，真诚至上。酒味太少了。你把那汤喝了，那个酒味重。阿莲啊，你是不是喝了太多的酒，所以嘴里啊什么味道都没了？你的酒气都已经熏到我们这儿了，你怎么可能还吃得出九蒸蛤蜊的香气啊？就是啊。没问你们八婆。哎，要是阿丈换个娘的话呢，我肯定倒追他。太对了，我都不知道阿丈是怎么长大的。这有什么难猜的？被酒气熏大的呀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要是有这么个妈，我真的觉得丢脸死了，真的很丢人。哎哎哎！三位八婆们。在我背后说我坏话，有报应的。哎呦喂！就凭你们三个这长相，还想追我们家丈？做梦！再说了，就想找个男人好了吧？啊，找个男人跟你们相亲都难呢。哎呦，你这人怎么说话的？怎么了？说话怎么了？太过分了！快回来！抱歉，老板，又给您添麻烦了。别这么说。妈，醒醒！妈，醒醒！我们回家了。爸爸，抱抱抱抱，抱抱！哎呀，一二三，走！再见，老板。阿张是我见过最温柔的男人，可只要他遇到自己的母亲，就会爆炸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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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不不不不不！妈，你别闹了。而母亲遇到儿子的时候，反倒是完全变乖了。你要给我惹多少麻烦呢？我说妈，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这样，隔几天就闹一次？你再这样下去，人老板都不让你进去了。他敢！你看我站在他门口堵着他，怎么做生意？哼！我让你少喝一点。好
好了，哦，知道了，快！加油！快！好的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小张3分15，有进步啊。志伟比上次慢了2秒。教练，敬你吧，祝我们相识7周年的纪念日快乐！纪念日快乐！送你一个礼物。好漂亮啊！喜欢吗？喜欢。阿张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啊？新校区那边已经正式聘我当副院长了。这真是个好消息啊！来，恭喜你，叶院长。谢谢。也恭喜你，阿仗主任。主任？怎么？你当时不是跟我申请一起过去当体育系主任吗？也批了。不错，挺不错的。你不是特别高兴啊？没有。那个学校在另外一个城市，那我们以后是不是就要搬过去住了？你担心你妈吗？也不是，我在想，我该怎么跟他说。我们以后如果要结婚的话，迟早都要住在一起的。那，你早晚都要离开他呀。是啊，早晚都要离开他。没关系，不要气，我们再玩。我不要玩了，我先走了啊。你再陪我玩一下。我们都玩了很久了。我再来一次。好了，我先走了啊。好了，拜拜。老板，老板，陪我打2把，游戏机好吗？我还要去买衣服。急什么呀？你最多的就是时间。你知道吗？现在年轻人最流行的就是打游戏机，难得有缘分，我们出来，来，我鞋在这儿，你陪我玩2把再鞋。来，再来一点，也再多一点了，谢谢老板啊，哎，这老板啊，你的衣服的风格好像不太一样啊。这是别人硬抢着给我挑的。
老板的风格像某人的妈啦。哎，哎呀，你也被那个人抓到了，是在路上还是在公园里啊？商场。商场？我去商场想给自己挑件衣服，就被他给抓着了。他还拉着我去跟他打了一会儿那个电子游戏。哎呀，这人老了，还真的很怕孤单呢。我这个年纪也怕孤单，我跟你们说啊，都不要搞异地恋啊，太辛苦了，明白吗？辛苦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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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了。老板，再一份九蒸蛤蜊。我的男人也不知道我等到什么时候，他就是太孝顺了。一直放不下他爸爸，我看过他爸爸呀，人家一个人过得非常开心。哎呀，再这样等下去啊，我这朵盛开的花都要枯萎了。谢尔妈，小心烫。不好意思，刚送我妈回去，让你久等了。没事儿，明天一早还有课，我先回家了。那我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没吃饭吧？去吃吧，先走了。笑。什么？我妈在喝醉的情况下拖着老板您去玩啊？老板，你知道吗？我妈年轻的时候那是开卡车的，三更半夜才出门，经常送一些鸡啊、鸭啊，还有猪。一个女的开卡车不容易。每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，就是他出门工作的时候。每天我醒来的时候，他才刚刚回来。然后就两个人坐在一起吃早点，也不说什么话。哎，老板，您知道吗？他给我的那个买午餐的钱上，永远都有一股牛奶和鸡蛋的味道。这有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想不明白。你说我妈为什么就不能像别的阿姨那样，去社区跳个广场舞，念个老年大学，报个旅行团，周游世界，多好呀！这样也可以让自己的生活再丰富一些。妈，我晚上和小柔有事儿，就不回来陪你吃饭了，你自己做点，别喝酒啊，早点休息。买了，买了，八排中间，走吧。哎，等等，帮我拿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谁呀？深夜食堂。喂，哎，是我。啊，是吗？好，谢谢老板。要不你先看，我一会儿过来。算了，一块儿去吧。也行，下次一起。
杯吧。你已经喝了三杯了。哎呀，这，就一杯再赏我一杯。哎，想不相信我会强吻你呀？啊，阿里，你小心，阿里，你妈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赶紧给我下来！下！哎呦喂！还带来一个管家婆，烦！没事。最烦的就是他。你每天这样把自己喝得烂醉，你究竟要做什么？告诉我要干什么？我怎么知道？我也不知道啊，酒都没了。别喝了，都没酒了还喝？赶紧跟我回去！我不要回去！哎，来了，上班了。你赶紧跟我回去！我不爱回去，这里比较好玩，回去跟你大眼瞪小眼。听你，跟我回去！不要回去！不要回去！哎呀，不要回去啊！老板，不好意思啊，又给您添麻烦了。别这么说。先送你妈回去吧。请慢走。老板，给我份九蒸蛤蜊吧。请稍等。你们三位。老样子。穿的挺好看的啊，阿丈跟你约会约到一半吧，难为你了。你真的要做决定了，到底是跟我一起走，还是你要留下来？我不在他身边。我会担心他，可你不能一辈子都跟妈妈一起生活啊！你难道不为自己考虑吗？难道不为我考虑吗？你也看见了，他天天喝醉闹事，我走了，这万一……他就是因为不想让你走，你如果真的走了，他就不会这样闹了。阿丈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远距离的恋爱。这一次你真的要做个决定了。妈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来了，耿直耿直耿直耿耿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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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你别闹了，赶紧跟我回去吧。要拉我了，回去吧，妈。回去，妈，我喜欢这里，哎呀，这比较好玩。回，真的好玩。别闹了，回去，你。走开！
你既然要活成这样，当初不如让我们一起死了算了。我现在要回去了，你要不要回去？你自己决定。当然好啊，但是妈妈一定要先把你养大养高，妈妈永远永远都不会跟你离开，知道吗？知道。走，你如果真的走了，他就不会这样闹了。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远距离的恋爱，这一次你真的要做个决定。还敢管家婆，烦！你别闹了，赶紧跟我回去吧。不要拉我了，回去吧。不要回去，妈，我喜欢在这里。哎呀，回去，你走开！你既然要活成这样，当初不如让我们一起死了算了。来，少叔。阿丈现在情况怎么样？不太乐观。他四度昏迷。四度昏迷啊！阿莲在医院都待了好几天了，不吃不喝的。看他这样，其实我心里挺难过的。Thank you.
我们一起，好香啊，可正可立。 酒为太重了，就这样，你平时就放少了。你儿子交代的，为了你身体好，少放点酒。酒正格力，少放了酒就不咸了。 就好像少了阿章。其实，蛤蜊还有很多别的吃法，你也可以试一下。比如说，放点姜丝，搁在清水里面蒸，也很好吃。 这么多年，酒蒸蛤蜊，我真的不知道还有这样子的吃法。改天我煮给你吃。不过今天呢，只有这酒蒸蛤蜊，多吃点啊，吃饱了才有力气。你还有场硬仗要打。 还记得你小的时候，总是让妈妈背你去小公园里头，有一个跷跷板，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玩的，可你一玩就可以玩一个晚上。你赶紧的起来，妈妈再带你去小公园，咱们再坐跷跷板，好吗？
外面今天蛮冷的吧？今天还好呢。是吧？你打车来的吗？对呀。鸡腿。那你自己爱吃的那个。铁蛋。铁蛋，对。等到阿仗完全康复之后，店里的常客们决定替他庆祝一下。欢迎给我一瓶酒。谢谢。你是真喝还是假喝？怎么，就你能喝酒，我不能喝呀？你刚从鬼门关出来，你是不是跟酒鬼打上交道了哈？鬼门关回来的不光我一个人，那个时候要不是我喊饿，你就真的离开我了。记得那个时候咱们吃的就是九蒸蛤蜊。我哪有？没有吗？真没有？有？没有？干嘛呀？你要吃的是九蒸蛤蜊，你去看我干嘛呀？我又不是蛤蜊。好了，妈，谢谢你。你儿子呢，真的已经长大了。我觉得吧，我们真的不要再错过什么，好吗？错过？我错过什么了吗？你还跟我装？你不是在看那个北海道的旅游资讯吗？还说什么最讨厌人挤人？我发现呢，你一个人偷偷的在后面翻着看。还有。我在你房间发现一张搭船环游世界的宣传单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小柔，这人特烦，还你！哎，那我就勉强接受吧。嘿，你们俩什么时候成一条战线了？哎，我们俩什么时候都是一条战线呢？对啊，这都是一条战线的呀！来，喝一杯！哎，兄弟姐妹们，干一杯！谢谢。九蒸蛤蜊，姜丝清蒸蛤蜊。谢谢老婆，我答应过，煮给你吃。再见。再见。老板，买单。啊，不用了，这顿我请。啊，谢谢老板。拜拜，再见，真是令人羡慕的一家子啊！就是啊，哎，你们发现没有啊？这回这个阿莲啊，就跟那个蛤蜊一样，把身体里的沙子都吐出来以后，完全变了一个人了。可是，要是这次阿仗没能活下来，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？那我可不敢想，也不要想象。这样的九蒸蛤蜊啊，特别好吃。老板，我要一碗九蒸蛤蜊。我也要。我也要。我也要。老板，我也来一份。好，那今天的九蒸蛤蜊都是我请。哇！老板好棒。
吃饱肚子，明天好出门。老板，今天这个是九珍蛤蜊呢，还是水珍蛤蜊呢？闻一下，九珍的，一滴水都没有沾。嗯，当心烫啊。嗯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慢用。阿莲，嗯，你什么时候的航班啊？早上八点。哎，那你还喝？这你们就不懂了，我就是要喝的烂醉，稀里糊涂的，上飞机我就。来，小瘦瘦。哦。一路平安。我知道，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人生就要，我人生就要什么什么了？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早吗？我的人生就要每一分钟，我的未来不是梦。各位好朋友，你们千万别太想念我哟。绝对不会。我会。玩得开心。谢谢老板。是这里吗？嗯。顾院长您好。你好。嗯，这位是阿仗老师，新来的体育系主任。你好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我带两位熟悉一下校园吧。好啊。快起飞了吧？不去真的没关系吗？没关系的，我妈这个人即使是世界末日她也会好好的，这不照顾了她大半辈子，是时候该放手了，走吧。有没有人受伤啊？这是怎么了？对不起。我是复杂性先天性心脏病。我是多情性神经胶母细胞瘤。这又是什么？也是绝症。帮我完成我的愿望清单好吗？为什么说？因为你和我一样，都不知道会不会有明天。我想知道心脏的痛和心碎的痛差别是什么？痛彻心扉的痛，这种感觉我也想经历。认真点，菜鸟。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道菜——九珍蛤蜊。食材非常简单，蛤蜊、
酒，这个酒是米酒，通常呢是做菜的米酒，可以是台湾的米酒，要多一点。对，好，不要着急。台湾的米酒或者叫广东米酒，还有姜片和小葱，把蛤蜊、姜片、小葱和米酒一起倒到盘子里面，上屉蒸4到5分钟，就是一道九蒸蛤蜊，非常简单。酒要多一点。好，知道了，酒要多一点。两个小小的这个制作的秘诀，一个就是你可以把蛤蜊后面这个蒂把它剪掉弄断，这样呢蛤蜊就不用这么张开，看起来是没有张开的，但用筷子就可以拨开它，可以直接吃。第二个就是它吐沙子的时候，你可以放一点盐啊，或者是放几滴香油，或者是把它放里面放一个金属的勺子，因为蛤蜊不喜欢金属的味道，它会把沙子吐出来，就像它一样。酒要多一点，酒要多一点，来尝一个。嗯，酒要多一点。熙来攘往的街头，生命中在何时交错，喜怒哀乐的面容，眼神中有灵魂的沟通，来去匆匆，现实拉扯梦想和自己，这闭上眼听心的声音，指引放胆看那些离散过往，一个一个拼凑自己灵魂重要，放胆在未来旅途前，坚持飞翔，一步一步追逐希望，一个天堂。放胆，人生不越胜利场，在这生命交错广场。